直击北凉军阀的真容，个个颜值都很高，气度不凡。这张是叱咤风云的东北翁张作霖的戎装照，他从一个绿林的土匪成长为手握重兵300,000的东北王，有乱世枭雄的美誉，一生共有7妾6人，儿女14个，子8人，女6人。这张是北凉军阀段祺瑞的戎装照，他曾4任总理，4任陆军总长，1任参谋总长，1任国家元首，号称6部总理，有北凉之虎之称，晚年号称正道老人。这张是吴佩孚的戎装照，只见其英气逼人，目举如电。吴佩孚是秀才出身，后来投靠北凉军阀，他凭借智谋从而成为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的第一战将及智囊，时人称为玉帅，还被时代杂志称为 Biggest Man in China， 此后全国哀悼。这张是西南王唐继尧的戎装照，气质儒雅，颜值不俗。唐继尧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，他统治着云南、贵州、四川等地，但是其势力与军队的实力都是四大王中最弱的一位。著《奇闻解密》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